现金还是支付宝？现金。一百的还是五十的？一百的。新买的还是旧买的？新买的。没有。没有你问那么多。那要旧买的？也没有。那要五十的呢？也没有。那就是没现金呗。那就支付宝转账吧。也没有。那你到底有啥？哥，你还有一个选择还没问呢。还有一个结算。哎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。啊，再也没有结命这个选择呀。幸好我反应快，还想让我劫色，想得美！我要回来了，你怎么没死？我穿了防弹衣，当然没死了。别啰嗦了，赶紧劫色吧！劫你妹呀！你没事穿个防弹衣干什么？当然是防止你们开枪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一碰到劫匪的时候，一提到劫色他们就开枪，所以我就穿了件防弹衣，这样不就可以让你们顺利劫色了吗？我谢谢你哦。不用谢。啊，这下应该不会再醒来了吧？我又回来了。我刚才是爆头啊！你怎么回来的？因为我是机器人呐。爆头是杀不死我的。只有念出销毁口令才能杀死我的。机器人，机器人还那么好色？那你的销毁指令是什么？你有病啊！我告诉你了，不就等于自杀了吗？也是，没想到你这个机器人还挺聪明的。还挺聪明的，执行销毁程序。终于把你给销毁了。你这个机器人竟然还真把自己当人了，到处打劫。幸好我骗你说出了销毁口令，不然还真拿你没办法。拿你没办法，执行销毁程序。终于把你俩给搞定了！你们这两个机器人竟敢越狱跑出车间，看来这人工智能机器人还是不太安全的。不太安全，执行销毁程序。喂，院长，你快来呀！逃走那个精神分裂的病人，我终于找到了，我正在这看着他呢。好的，你看好他，我马上就到。院长，我终于把他引出来了。